Hello， 大家好，草妞妞 DS。台版这次过年期间呢，推出了一个共斗活动，就是女仆共斗二期。那这个共斗活动内容究竟有哪些？我来带大家快速浏览一下。好，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这次限定建造有哪些。好，总共有四台限定建造，都在小型，所以小型的花费基本上不会花太多。再来有两只是送，普波是送的，还有这个纽卡斯尔也是送的，这两只是送的，其他都是可以特殊建造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船它们的性能还有它们的定位究竟如何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戴朵。戴朵简单来说，它就是戴朵级的核心，它可以提供戴朵级的属性，然后还有自强化的一个技能，所以在生存的表现上面是还不错的。那也可以跟皇家的队员去做一个组合，另外它也可以强化这个 QE 的一个属性，增加它的命中活力啊、回避还有暴击率。所以这只角色其实在自己的自强化上面，还有辅助 QE 的上面，还有吃皇家 buff 上面，其实都还蛮不错的。尤其是戴朵级他们本身的对空能力就是很高的，就是用来打飞机的，所以他能够辅助戴朵级。那戴朵级还有天狼星，后面还有这个赫敏，你说还有黑王子，其实基本上黑王子是用不太起来啦。你真的说是戴朵级可以用的，再就是天狼星跟赫敏，他们这几台都是专门在打飞机对空专门的，所以未来你在13张需要高对空的时候，这三台能够发挥不错的一个效果，那也可以跟 QE 做一个相辅相成的 buff。基本上你看到这只角色，不管它的强度如何，总是会带回家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格罗斯特，那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皇家女仆队，皇家女仆轻巡，所以整体的数值就是算是蛮平均的，有一点雷装，有点对空，然后有点生存。好，再来它这个技能呢，就是可以减少你空弹的这个减伤，所以平常其实你就算空弹也不会为了空弹的这个减伤特别去上它啦，所以基本上这个技能就还好。好，再来也有自强化，自己强化自己活力的一个技能。好，所以整体数值很平庸，那就是可以跟皇家去做搭配。基本上我是看到这个 skin 才练好练满，其实我蛮推荐这 skin 的，这 skin 龙大腿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另外一台，这个纽卡斯尔呢，基本上它就是利安达的一个上位版，它有对空的一个技能，也有装填指令，还有增加前卫火力值的一个技能，所以它的辅助面比这个利安达还要高很多，而且整体的属性也是比利安达还要再高一个档次，所以未来你会用到它的话，基本上在对空方面可以用到它，然后在整体辅助前排的情况也会用到它，皇家女仆队吃皇家 buff 的基本上都可以用到它。好，再我们看一下这个比洛格西，比洛格西基本上属性就是跟克爹吉一样，好，还蛮坦的，然后有输出，有对空，然后又是炮巡，它技能比较自由一点，当你副炮装备金高频后，它可以增加自己的对空，那如果你不是装备金高频的话，是增加自己的火力，所以还蛮自由的，你需要对空就装备金高频，那你不需要的话，一般打打杂鱼就不用装金高频，用这个凯旋炮也可以。再来防御技能这边也是一样，在我方的成员有低于 50% 的这个血量，可以帮他做减伤，提高自己的对空，所以克爹就是炮巡，好，自律很好用，然后有一定的对空坦度也不错。再来这个比洛格吉呢，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是亲女儿吗？其实他卖很多 skin， 他卖的比克爹还要多，我是个人是比较喜欢他这一件今年新加入的一个正月和服啦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。总而言之，它就是属于克爹级的，是很好用的。好啦，那最后这两只驱逐基本上就是一个收藏用的，没有太多的一个战斗能力，属于有爱收藏型的。好，最后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共斗活动该怎么玩。其实基本上以前你有玩过艾塞克斯共斗的话，应该不陌生。这个跟艾塞克斯共斗是一样的，它有很多不同的难度，你玩家可以选择你的难度去做挑战啊。新玩家就从简单的开始打，那能打高一点的弹就打高一点，掉落奖励都会比较好。那甚至进阶一点，打到 ES， 那分数也会比较高。基本上就是纯粹刷分数，然后拿奖励的。那这一次的奖励其实很不错哦，这次的奖励里面居然有这个油压垛，图纸可以捞可以换。他在这个困难的关卡里面会掉落这个油压垛，所以你如果你很缺这个油压垛图纸的人，你可以好好的周回困难，好好的努力把这个图纸打好打满，那他也会送这个乌德炮。再来这边有个很重要的这个134这个高角原装炮还蛮好用的，
他是唯一现在活动有送的一把。未来在这个 Salient 作战的这个科技里面呢，你也可以选择去研发它。那这个装备是怎么回事呢？这装备其实基本上对抗能力不是很高，它比较有优势的地方是它有增加火力值，所以很多需要火力值的驱逐，比如说像是拉菲啊、二三啊，哦，这都可以透过这个对空炮给它额外的火力，所以这个额外的火力算是它可取之处。就像我们这个 STAG 一样，有额外的命中给战舰是很不错的。好，然后最后来教你打这个 ES， 其实这个 ES 比这个艾塞克斯还简单，因为你打的是一个轻巡轻甲，好，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照着后面的影片的这个配装配置，然后利用战舰榴弹去打它，应该是相当的轻松，至少我觉得比艾塞克斯还要轻松啦。好啦，以上是这一次这个女仆共的一个快速分析，那我是草莓牛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